觉得我这一辈子反正留，与其留着，到哪一天走，对我来讲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。我亲戚可能在我厝也无人来甲我看，你知吗？哦，对哈、哦，一成也突然间有一天心肌梗塞。我可能那一天就不在了。他就是他那天是朋友，马上把他送到医院去。哦，对不对？然后在骑摩托车，然后这个就要我们到时候这个做出来好了，上面要打一下，吸烟有害健康，不可以吸太多烟。没有，就是那一年就四十，我还记得很清楚嘛。49，44岁。哦，44啊。4月10号。哦。44岁，4月10号。我如果是4月4号，我大概是走了。4月4号，我对数字很敏感。哦，真的哦，44岁的4月10号，突然间心肌梗塞。如果是台语的话，刚好也是十。是啊，三嘛，四月三，西沙变，44。结果就送到医院，后来活过来哈。对啊，那一天如果没有人送你去，就再见了。那20分钟如果没过就没过了。哎，所以很多事情是，就是好像老天爷留我下来还有一点用。可是你现在烟还没戒啊？少很多了。我马盖捞起来，医生甲他们，我拢阿讲去多啊。但是少很多。叫我戒吼，较难，但是我戒较少。没有，因为我大概10几岁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村庄，我们小时候那个村庄就是所谓那个以前那个罗马镇嘛，那比较大的，我们比较小的。那就他叫你抽烟，或者叫你帮他打数字，看你要帮他打，不然他就打你。好，像我们的环境就是这样。哦，那你就只能这样。那时候的环境，乡下的环境。那你所以已经变成就是说，很早就已经去抽烟了。那还有一点，我戒两包，酒也戒了，然后槟榔也很早就戒了。烟现在也少抽很多了。不是，因为还是你抽了，但是。我在做东西的时候，就算给我借口嘛。有时候我真想不出东西的时候，我还是会去依赖某些东西去。其实你跟这样的东西，你要说什么灵感，这些可能是刚骗的。但是在制造的话，很多年的时间在做相同的东西，然后你要把很类似的东西都搞成不一样，你确实要花很多的时间。还要介济精力去做，哦，而且我唔是介巧的囡仔，我只会使想办法的，就是尽量去想讲石头安怎行，你对去行。因为人基本上还是在怎么去讲，在世界上算起来，人真的是很小很小的东西啊，很渺小的。哎，哪一个就是哪一个朋友走了？他哪天走了，或是谁走了，基本上对这个世界都没有什么影响。好，那你现在心脏情况还好吧？是啊，还好啊。还好，不是现在怎么讲话那么有中气呢？心脏老婆或者做完巨多的样子，你很可爱哎。好，我们今天特别，就是这个访问啊，我承诺蔡奕成。我看应该也承诺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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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那谢谢，刚好基金会也有直播的机器，也在做直播，所以也有网络电视台。我们希望这个电视台这个 news 也就是来给更多的好朋友有一些感动的故事。然后那蔡奕成这个故事其实是他真的叫做人生故事，我相信这个石斛就会像他的人生一样。然后玉明石斛，你现在招牌还是玉明石斛？那没有，我现在没有挂招牌啊。哦，不用挂招牌了。好哦，不用了。我基本上今年那人家怎么找你啊？没有啊，就大概就这样讲。你就算很随性，你也要稍微挂一下招牌的。总要人家知道你叫什么。就我从我做人开始就这样子。抓他做人。本来就是安尼啊。没有，因为蔡奕成其实他真的是非常随性。我跟你讲，我如果肯听话的话，我今天就不用这样子了。我们台湾的公益师分两种，一种是听话的，听话的就可以名气很高，然后他的作品可以包装得很好。那不听话的就像我这一种，我行我素，啊，但是我至少可以吃饭。
那我们台湾的工艺师，我是就是你们就是刚好，如果是借你们平台来讲的话，希望就是说让一些真的想做工艺师的学着去怎么勇敢的面对自己，诚实的面对自己，不要包装自己啊。我们的台湾的工艺品已经被现在很多的所谓艺术家抹杀掉了，哎，如果台湾要能够说所谓的印尼贡买工为什么独立啥，那个都是很文创的，哦，我们台湾的文创不是一个抄一个，东西可以不好看，但是要风格，自己的作品要是自己做的，然后要有一点意识的东西，不是我抄你的你抄我的，哎，因为我们台湾已经我所看到的所谓文创就是这样，希望我们台湾能够好一点的话，我觉得就是说勇敢的每一个做自己，希望他们能够自己能够去做自己，哎，就算没有饭吃，就算没饭吃，哎，那怎么办呢？可以卖其他的东西。没饭吃，那人家怎么做？做工艺家，做艺术家呢？其实今晚被做工，我这十几年是卖东西给卡到这里，我这边有赚到吗？当然，赚了就缴房租啊。一零十五哦，在以前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一律吸毒终身戒，他把毒戒掉，五六年就戒掉。好，然后那个，人家讲说哦，这个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你看他年轻的时候飘荡下来，他知道努力，然后这个白手起家，然后创造这样的一个，对，一个叫奇迹也好，或是这样的台湾的艺术哈，对，那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。对，而且他可以推荐一些。这个有一些艺术家的作品，比如像石盘，好，等一下我们可能从进口上面去介绍一下石盘。这个就都很精致的东西。你想，这个也都退休了啊，他们都年纪的，这都没有在做啦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这等于是一个非常棒的收藏品。杨秋英的还有啦，佩妮的。我们禅修中心那一块很大一块，那个也是杨秋英的作品。就浪子回头金不换，真的就是要浪子回头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哦，非常的值得这个社会的问题所在，因为年轻人不肯努力，然后浪子回不了头，然后你看看基本管理基本上很简单了，就是说如果因为谈话能够让一些年轻人懂得说什么东西都可以重来，哎，不要放弃自己，那我觉得今天谈话是蛮有意思的，尤其更重要会需要这一集，因为你看到不管年纪年轻的或老的，现在迷上去以后就是吸毒，起来很难回头，所以干嘛呢？这一句话叫一律吸毒终身戒毒，一辈子戒毒都戒不了。可是我们看到我们义成呢，五六年他就放下了，再也没有去碰了啊。十几岁开始染上，所以那个过程我想不容易，是非常的挣扎，尤其现在很辛苦。很想讲的啦，那不能用说的，那没有办法用说的。所以你看现在为什么毒品这么严重？哦，那我相信这个都是贩毒吸毒，对，就是这个社会的那个毒品已经造成。但是我们也要说，蔡依晨能，你们也可以啊，都可以。所以我们希望这连我那么没用的都能哈。不是，他说连他那么没用的都变成那么有用了。对啊，所以希望我们这一集哈，希望来鼓励终身戒毒，让你走进不换哈。这一集能够唤起社会更多年轻人，能够跟我们一起学习。哇，你终于讲到你要讲的，一日吸毒，终身戒毒，恭喜恭喜你！真的不容易，你看都戒掉了，好，哦，剩下一点烟了，烟没有戒，因为是兴趣啊。对啊，好，哦，现在身体很好，没关系啊。好，但是毒品比烟还恐怖，为什么？因为毒品会倾家荡产，而且毒品很贵，还没有钱买毒品就贩毒。在我们讲的话，沾毒就什么，大概这一辈子就什么都完了。是大概到傍晚我都会抖，会对，那有好几年的时间是这样子，我可能是算吃较少的，所以较紧啦，哎，安尼啦，对，可能没有已经变成非常非常严重的成瘾啦，或者怎样？没有，是就是说觉悟的早的话，就应该还是有机会啦。那我相信是有很多就是说已经很深的，他们也是能够戒掉了，哦。其实一个人在就所谓这些不好的东西上面，基本上还是看自己想不想。如果不想的话，就谁都没用。那想的话，我相信谁都做得到。这个你看，放下毒品，
还可以创业，然后创造变成台湾的石斛啊。我们今天在英歌重庆路99号这个商城，好，然后来一鸣石斛，好，来我们跟蔡依晨说再见，好，拜拜。边打电话拍啦，蔡老师，我们今天是访问蔡医生，对对对，因为我知道，因为打电话拍啦，哦。这个只会镜头毒品嘛，镜头是鸦片。蔡老师，台湾人会买到他才会讲毒品，所以我希望要戒掉。如果唤起社会更多人哦，能够把毒品打败毒贩，就算难上，但是要把它戒掉，像我们一成一样，不断戒掉。哎，改过向善，这不能减嘞。好啊，这是一个好经验。我还想要再打几回呢。哎，这个经验。